走进今天的糖豆广场舞课堂，今天萱萱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老歌。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，它让我回到了我的中学时代。一首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》送给你，先来欣赏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山峰，俯瞰着海面像沙冰一样。啊，海军战士同心相当，严阵以待，紧握钢枪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一共分为四个部分，先来学习 A 部分。七哒哒，八哒哒，一哒哒，二哒哒，三哒哒，四哒哒，五哒哒，六哒哒，七哒哒，八哒哒，九哒哒，十哒哒，十一哒哒，十二哒哒，十三哒哒，十四哒哒，十五哒哒，十六哒哒，十七哒哒。
这是一个三拍子的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动作，上步八点，左斜上方，先松弛膝盖，上步松，松弛的时候两个膝盖同时弯曲，咚哒哒，上左脚退右脚，松一下松一下，从前走也是一样的，松一下松一下。好，我的手呢经过下方到上虎口袋，到这儿再松一点点，上下要注意一个松弛，肩膀松弛。好，向旁上步的时候三哒哒四哒哒，向左走，右手先提一下，脚底下有一个不一样，要先立下，咚哒立，咚哒立，要注意这儿有一个旁拉伸，往上拎，把这儿拉长，旁腰拉长，咚，注意脚背打开，脚尖打开，蹬一下蹬一下。第二个动作，在做第三个动作的时候是云手，先说手，左手胸前穿，右手其实是手心相对，画一个大平圆。好，过来以后左手再盖，再来一次，左手穿穿穿穿穿穿穿，到最上方的时候盖下来，右手直接带着头跟头领画一个平圆，到旁这样画一圈。那我的身体呢有一个松弛，向旁向后向右，再松弛到前，前左旁后，这样的一个立圆，所以整个上身会有一个松弛敞开，继续长继续长到右。好，最后再松下来，做两个，一定要注意画一个平圆。那脚底下也是一样的，等哒松，等哒哒，等哒哒，等哒哒。好，上步跟第一组动作是一样的，最后三拍子，左脚上步向上拎，一定要注意体态，重心向前。 B 部分，七哒哒，八哒哒，一哒哒，二哒哒，三哒哒，四哒哒，五哒哒，六哒哒，七哒哒，八哒哒。好，我们 B 部分动作直接上步，钉子尾的基础上，手旁提有一点点，拎上去，一个手正旁，一个手上方，一哒哒，二哒哒的时候手原路返回，我们是这样上去的，原路返回，左脚钉子尾，一样的动作。好，下一个动作第五个大大的时候，一拍形成，退左脚是两步，上左脚退右脚，上左脚，六哒哒，七哒哒，八哒哒，一定要经过最长的路线，最长的路线都要经过下再上去，经过下在胸前，要注意一个手的路线问题。 C 部分，七哒哒，八哒哒，一哒哒，二哒哒，三哒哒，四哒哒，五哒哒，六哒哒，七哒哒，八哒哒，九哒哒。好，在这一部分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延伸后腿，不用抬得特别高，但注意膝盖脚背拉长一下，拉长松一下，拉长。接下来的动作一拍形成，前一拍形成，四的时候再前，抬腿的时候膝盖弯曲一点点就够了，反面也是一样的，一个两个，一拍形成。好，就在这个基础上，前点地的基础上抬起来，弯曲膝盖，三四
好，最后一拍上步，一定要脚尖打开上步。D 部分呢是一个间奏，四个方向，手放松，一哒哒，二哒哒，三哒哒，四哒哒，五哒哒，六哒哒，七哒哒，八哒哒，九。跟我们刚才上步是一样的，上左脚，蹲，推右脚。第二步上的这个脚呢，比如说我上的左脚，右脚就虚的，退回来左脚虚的。怎么做的好看呢？我的身体稍微的走一个下弧线，哒哒，哎，蹲一下，走一个下弧线就好看了。这蓝色的海洋这支舞蹈就学习到这里了。如果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